北京开唱第二天，歌王李荣浩也被发现引申观众席朝圣。谢谢李荣浩。这镜头看似平常，但其实镜头下却非常搞笑。谢谢李荣浩，李荣浩。大家仔细看看李荣浩下面戴鸭舌帽的男生以及穿背心的女生，这两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井柏然与刘雯。看男生把女生揽得这么紧，为了躲镜头还真是辛苦两位了。一个走秀，一个拍，井柏然与刘雯有够甜蜜。尽管他们2019年传绯闻至今都没有正面回应，但日常放闪太多，早已被公认恋爱 ING。有趣的是，小两口被目击约会时，旁边总是会有李荣浩。不过他也不是只会当电灯泡，之前有被直击过 double dating 啦，看来交情真的很好呢。